旧爱已追了碧儿，陈法拉话冇留意。啱啱喺美国翻嚟嘅陈法拉就话，虽然人就唔喺香港啦，但系仲好留意新闻嘅。咁唔知道你又有冇留意你旧爱薛西恒成日俾人影到佢约女仔出街咧？唔系八卦新闻冇乜留意啊。但系冇联络噶吓，冇诶，同事生啊，冇啊，其实都冇乜见面，但系都间中有短信啊，咁样都保持联络啦，都系朋友嚟嘅，系啊。咁啊话佢追啊你的嘛？哦，呢啲我真系唔清楚啦，系啊，我唔知道系。讲到冇钱呢期走下一个走下又一个咁，少咗咁多人，唔知法拉有冇俾人 call 翻去帮手咁咧？都要睇情况，我而家都暂时系咯，就冇呢个计划，系同埋都安排咗啲工作咁样咯，系。即系如果时间啱，你都即系冇所谓翻去拍。冇所谓，都好挂住大家，系啊。最紧要剧本啱咯，系啊系啊，最紧要有挑战嘅角色咯，系啊。